欢迎收看最新一期《拜拜龙门》，我是白龙蛋蛋。今天呢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有这一台好料。当白龙蛋讲好料的时候，它肯定是好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这一台它是 US60 OK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老师通常 US 系列都是老师或者专业级演奏员的话，他们才选择找这种 US 系列啊。然后过后 US 有最基本的 US50 哦 ，US55 哦，也是有 US55M 那种 special edition。然后过后到 US60， 这台就是 US60 哦，甚至到 US65 都有的。OK， 所以今天呢，找了我的大徒弟回来 ，Jason， 他今天要弹，因为这种钢琴它比较雄壮的声音，然后比较有力的那种声音，比较好像那种海浪那样子，叭的那种声音。OK， 所以这一个呢，为了要呈现完美呈现出它的声音呢，我们今天要来听《Pirates of the Caribbean》。